两秒钟，一秒钟，谢谢带下户，感谢七舅老爷，谢谢全子龙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子龙老板惨呐、啊，惨了呀！我给你写个惨字，谢谢追风少年无痕。抽，我给你写个惨字。大家有大气的可以来点大气啊！全军出击！对事儿。对时，对勾。对钉。对钉可以，我觉得。对二，炸弹。狙钉才是正宗之最。炸弹。过。炸弹。看。敌的力量。先把这落手给他杀了。早回家。不用看了，没了。麻雀没有明天。哦，麻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他二级，我们马上升三。拽我没拽到，一过来 A 再 A。A 接一个 Q 吃药 A 打不了，别让他打血怒，再平 A 再平 A 再 A A 接一个 Q 一过来死，好疼啊。留个饼干，这波卡一波兵线啊！这小子指定上来想杀我们，先 Q 他一下。哎呦，这个 Q 中的有点难受。再 Q 吃饼干，一过来 A 吃塔了，平 A 再 A 双 Q， 压塔砸了吧。第二个饼干我们都不用吃啊。刚才是他唯一杀我的一波机会，但是他却错过了，他接下来再也没有机会杀我了。哎呀，谁掉线了 ？ADC， 行吧。
玩只狼 boss 连战呢、啊、那一个 boss 都不过不去还连战呢，过不去就重新从头开来。你玩惯了这种英雄联盟打打杀杀的游戏，玩那种就是每一下都得偷刀的那种游戏，有点玩不好，有点玩的不得劲儿。洛克属实菜 WAEQ 连招都不会，兄弟我不吹牛逼，你来你也一样，因为猴打落手是非常好打的啊。你被连招会不会，这就是扛特英雄，你让于小 C 过来跟我打他都打不过我啊，当然也可能我们打个五五开啊，这都不一定。因为这是英雄克制关系，你知道吧？就好比，这就去说，别，错了，对不起，傻逼了啊！我们五五开吧，五五开。来人了，闪现 A 死得了，干嘛杀我 Q 九头蛇 W A 再 A Q 呀，没蓝。我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即使是最顶尖的弱手，先把他抠死了，打也是比较难打的，因为确实这有扛他关系，你知道吧？就像那天你们王八打我那卡密人，我都说了，我是德赛来，他都打不过我，我就敢那么保证。有的英雄他康特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下播以后你们少了问我，德赛来你跟他打，你确定你能打过他呀？我就非常的自信跟他说，我说随便打。人家不选王八呢，那人家不选王八，那不随便打我吗？他死了，三二一，拜拜。A 一出，转起来 ，W 那一手。这波注意啊，他如果不放 Q 你就不要放 W， 有可能会给他回血，我就不卡他手了。谁皇说猴不好打，你别老去带节奏，反正这关系都挺好的，你就天天老跑去带人节奏，你就讨厌。我就是想举个例子，你能明白不？能理解不？干什么这是？
这卢仙，这卢仙，我们去把这双 buff 给他拿回来，先把这千珏的这个印记给他打了啊。好，算了，我再收波兵吧，这波兵不收白不收啊。好双 buff 来，好红，这小子搁这里头呢，我们别从这边走啊，我们从这屁股后头过来，他没有皮孩，我们必杀他这边。好双 buff 给我拿下，直接转打不了再转，四百多追三百多随便追，双 buff 马上消失啊，在他消失之前把他杀了。What？ 千珏搁里头呢吧，这怎么跑这么快啊？干嘛呀这？这不能上了，兄弟，撤了啊！吸点血，太可恶了，这 ADC， 为什么是我扛塔呀？啊！哎呀！那泰坦怎么不扛一下啊？那泰坦啊，那塔先打泰坦，泰坦跑了打艾克，艾克大跑了塔打我了，那泰坦这么多血不扛，那泰坦现在就跟我那个跟我那攻击力一样，我感觉太二了。你知道我多少钱你多少钱，那不给对面拿钱了吗？千珏几个印记？五成印记，哇！这波给你们找一波的落手搁哪？哎，三八五三八八，好拽，不行，杀不了。我出完三项才三八八，他三八五移动速度。比他多了三点，哎哎，跑回血，这波能打过。哎呀，人有点多呀，这怎么四个人啊？
这哪是四个人啊，这是五个人。那是一个队的人都来了，那不是四个人啊。怎么是三个呢？落手千绝卢仙啊，进没来，进没来。加上我五个人，勾好勾，别着急上啊，不能上了，给他勾一下我们的假猴。哎，千绝的双 buff 我想要啊，来，哎呦，不行，有点痛。先把塔拆了，可以。勾一下，一过来 A， 九头蛇，勾回来漂亮。勾一下，我有吸血，没有关系。上车，老司机。跟我回头勾的，可以。这是有点狂了呀！我这一看呢，有闪现，这是了不起，走位。啊，吹波扣。他们家那谁呢？那落手呢？让我看看。小伙子往哪走？前有狼，后有虎，中间夹个猴。行吧，拿下吧，下一把了。再给大家。